认识一下各种职业的英文单词跟例句啊，先念一下。He's a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To cure many problems, you must see the advice of an analyst. She's been TVBS anchor for 5 years. He was an anthologist of 300 town points.An anthropologist is a scholar who studies the human race. An appraiser will value the painting for you. He couldn't fix my bike, it was only an apprentice. The archer missed his target. He's the architect of the compound building. Industry has destroyed the livelihood of many artisans in the village. 我们看这是哪些工作。Ambassador 当然简单啊，大使啊，大使一般小写就好。可是你说啊，英国大使可以大写，可以啊。啊，他是英国大使，然后 to China 就住在英国啊，住在中国啊，就是英国驻中国大使啊，这样子。我们讲英国讲 British 不讲 England 啊。To cure mental problems 啊，你要治疗的精神方面的疾病啊问题。啊，你必须要去 seek the advice， 寻求要去找谁的建议呢 ？Analyst 啊，我们讲精神分析师，他本身只是分析师的意思啊。所以你说各种分啊，中央情报局有分析师啊，很多公司有分析师都可以啊。但是在美国呢，也常常把它专门来用嘛，精神分析师啊，那个很贵，按小时很贵啊。他已经是 TVBS 的 anchor 啊。已经五年了，这英国不是锚嘛，就是大的船呐、啊，要靠港要固定的时候啊，把那个很重的那个用铁链的锚，哎，这个应该不是锚，是人呐、啊，不是锚啊。所以 anchor 另外一个什么意思？新闻的主播啊，新闻主播啊 ，anchor TVBS 主播已经当五年了啊。谁是这个 anthologist 啊？我们讲唐诗三百首啊。的外国人就常用 300 town points 啊，就唐朝嘛，他就用这个撇号啊，他就奇怪，这撇号其实不用加了，可是外国人习惯了。唐诗三百首，这选集啊，啊，这个 anthology 就选集啊，把它，因为唐诗啊远不止三百首，3000首都不止啊，就他把它选一些好的有代表性的300首啊。这叫选集啊，选集家啊，有些人的工作还是专门啊选集啊，比如说你说医美故事啊，那医美故事多了去啊，有人就说哦好，我就收集资料，我们弄个一本书啊，弄个200-300页啊，哇，那你弄个30000页都不止啊，他就把它筛选的变成文章啊，选集家啊，选集者 ，anthropologist 是什么职业啊？他是一个。啊 ，scholar 学者啊，啊，关系代名词 who 代表 scholar 啊，他专门研究人类的啊种族啊 race， 我们可以讲种族，也可以当赛跑，也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所以英文一字多音，一字多词性最复杂，就叫人类学家啊，不太好念啊，重音在 p 这边 anthropologist 啊，如果人类学就是 anthropology， appraiser 是什么工作啊？会评估啊，评估啊，你的画啊，会啊，为你评估一下你的画到底值多少钱，那就是鉴定师啊，这 appraiser 就是鉴价师啊，估价师啊，鉴定师 appraiser，appraise 动词呢就是估价鉴价啊，也有欣赏的意思啊。啊，他没有办法 fix 也是好多吧，固定啊，修理这边修理 bike， 外国人就常常不讲 bicycle， 讲 bike 啊。啊 ，bike 也可以当汽车啦。啊，不是汽车啦，摩托车啊，所以到底是讲一般 bike 啊，都有两种都有啊，啊这边也不知道，看上下好吧，我们就当做你说的单车也可以啊，机车我们当机车啊，一般讲 motorbike 就比较多啊，我们当机车啊，摩托车，啊他没办法修啊，他只是 apprentice， 他只学徒啊，还没有出师啊，啊这边学了1-2年啊，他学不好。他其实是射箭手、弓箭手啊，有时候他专门练习啊，参加奥运啊，参加各种比赛啊，他会职业运动员啊，但他的专长项目是射箭啊。这个射箭手呢 ，miss 也可以当思念啊、想念、怀念啊，也可以当啊错过啦、啊、没有中啊，这边就是没有中。
没有射中他的目标，没有射中靶啊，就不要说靶心连啊，靶都没射到，射偏了，射歪了。是architect，architect 是建筑师啊 ，compound building 啊 ，building 是建筑啊 ，compound building 是 compound 的复合。复合建筑什么意思啊？外国人常常用这个，就是你这个大楼啊，又有住家，又有商业啊，这个有，搞不好还有工业厂房，它是复合式的啊，建筑啊。 那外国一般这个分得很清楚，商业就商业啊，商业区、商业住宅、工业住宅，这个商场办公室或者就是住宅啊，他们一般分得清楚。那有的时候他也会容许可以有复合式的建筑物 ，architect 建筑师。architect 说建筑师也可以当这个创造者啊，发明者、创造者，因为他是设计嘛，设计房子他是原创者。 所以有的时候外国人写个句子，他就不是建筑师，他是一个发明者啊，缔造者。啊，工业呢，摧毁了 livelihood， 我们叫生活啦、生计啊，啊，二级生，许多什么二级生，这是什么行业？就是工匠啊，手艺人啊，这些。他也不算艺术家，算匠啊，匠之类，他比较没有原创性啊，就是人家叫做什么做什么，师傅教他传下来就他就学着做啊，比较没有创新啊。 手艺人工匠啊，这个村庄里面啊，所以工业革命以后用机器做啦，就这个很多这个村庄里面的手艺人、传统手艺啊，这个就是赚的比较少，生活有生计有困难，这个意思啊，这几讲这个。